大红叫名单，这个东西在做的很好做法啊。那那东西我从许多同学我先来做网站，我想要自己挑一个嘛。三个东西，对的，红衣 ，INCUI，3 号。等一下我仔细来看看，到底这个要做什么？实际上这个功能在做的叫做区域性传的，啊，区域性传。当然它当然很好听，叫做内容版区，但是可能不太适合。那我想呢，从上面这个图，大家看到1、2、3就是我们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它跟尿壶这个版块，尿壶啊，1、2、3就是版块。3，你看第一个工作，我知道在看到那种做很少，知道吗？第二个工作把大众讲出来，第二个工作大众要哪里不要，第三个工作就没有了。啊，有啊，没有他本来就那么讲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这样子很重要。第二个呢，你可以先去网上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连线一下，等一下呢，我实做一下，你们看，看一下啊，你看，刚刚，首先把大众设定了，对不对？点一下，好，那你就把大众给他放哪一张？这两个方式，就是想要加强红线的三区的，你就打开它。好，那我就找到这张。好，这里有三张图，我就把它缩小一下。好，还没有看到，把它再点一下。我再请他分享他一下。好，对。后面的屁股你要翻脸了。哎呀，你再一次的。好，那你再来讲这个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好，你再调整好。好，现在跟大家讲一下。好，你看屁股吗？还是我先处理一下嘛，等一下不要看屁股效果是吗？我从来没想过要听啊。可以的，可以想要高一点，一般的。这样，我就不用再买单子了。我们马上就跳了一下，好，好，来，等一下，按照这个，他这边开始录像了。好，那这个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录像嘛，一定有时间，那我把他的这个场景再重新改看看，改看看，有哪一张照片，有哪些东西你想把它去掉的，这张是这个样子的一条线。哦，你如果说那个去掉的，你要去掉的是后面它就比如像你看草啊，还是天空啊，好像长得是那个效果会比较好。可是如果你现在去掉的是真的后面有挡住我的，还有拖掉的怎么样，只够上脸，那单身嘛，它没有那么厉害，它不知道你的灯啊长怎么样，所以说比较没有办法帮你处理。好，所以它比较适合用在我们的背景是比较单纯的，好，比较想要让整个人的效果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们这个已经做好了呢。好，下边没有了，对的，好，屁股我现在做，对，所以我再慢慢做好。好，所以今天像这个我们这几天在云端就是做了，你慢慢也会发现啊，会有一些朋友们去到你这个云端你的微信量，我们这几天晚上在上面就做完了，辛苦全了。好，我要等苹果的，这苹果我们要苹果的，你们怎么又藏着？这不能留着，其实我刚做了三次了，所以如果说你这一次做这个，你拿东西的是第三次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你刚刚这样算算，那当然你说我们这边都一样，都是拿出去，可是这样的话就心里比较小心了，啊，就把概率给整了，
思想被打乱掉了。老师如果说我在这里方面可能你想看什么，那你要多看看该了解了吧哈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大致上哈，今天大家一块儿就是让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我想哈，这是我昨天看的看看不会的，那初期见面嘛，就是所有收入哈，你看我跟大家也不会收入吧。你这大家忙起来，真的是比较难以做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忙起来就是一起可以尝试一下。那我这个网站没写完哈，我可以做方向。